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来到三峡满月园避暑。我已十几年没有来满月园了。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游客中心。现在走在贵仔溪的西岸，非常的清凉。这边是森林小铺，也是有公厕。森林小铺里面有卖一些简单的餐饮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无障碍步道直到森林小铺这里。接下来往处女瀑布、满月圆瀑布，就没有无障碍步道了。现在开始比较明显的上坡路段。这边是健行步道的终点，过桥以后接满月圆瀑布步道，前面左边往处女瀑布，我们先造访处女瀑布。现在开始一段之字形陡上，爬往处女瀑布。这边岔路往满月圆瀑布，禁止通行。望见处女瀑布了。现在中午12:40，我们就在处女瀑布这边休息用餐。休息半个小时，我们现在离开处女瀑布了。过桥后取左行，可以直接往满月圆瀑布。这边一路陡上。观瀑亭到了。满月圆瀑布。现在走往满月圆瀑布。
满月圆瀑布就在那边。那边是满月圆瀑布的瀑布顶。上方还坐小瀑布。这边往处女瀑布的步道封闭。这边过去在30公尺，满月圆瀑布步道的终点，抵达终点。这边还有一座瀑布。前面左岔路是自斗式步道。前面有大板根。左岔路是东满步道，通往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。自斗式步道取右行。这边有一条溪涧，这边好凉爽。这边有大板根。我们快走回到园区大门入口了。今天满月圆之旅，含休息大约走了4个小时。详细的路程时间资讯，我们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。那今天的满月圆之旅，就在这边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